新闻回来，好消息告诉你，油价明天连八降，汽柴油会各降两角，就代表92无铅汽油将会跌破30元大关，也创近四年的新低价。调整之后，看到92无铅汽油每公升是29.8元，95无铅汽油每公升31.3元，98无铅汽油每公升33.3元，而超级柴油则来到每公升28.3元。